来，同学们上课啊！昨天让你们围绕医院、金钱、健康为主题写的作文，咱们班的同学真的不一般，句句经典，刷三观。来，咱们来看一下250的作文啊。再牛的人到了医院都蔫了，再强的人到了医院都听话了，再抠的人到了医院都大方了，再急躁的人到了医院都有耐心了，再忙的人到了医院都有时间了。救护车一响，一年住白养，住上一次院，三年没条件。若是你往病床倒，钞票越看会越少。十年努力奔小康，一场大病全泡汤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二位啊，小范建的。我们所有人的归宿都是火葬场，所有人都在路上排队。医生的作用呢，就是防止有人插队，时不时的把人从队伍里拎出来往后排一排。当然也有拎不动的啊，就只能随他去了。所以少吃肉多运动，不然医生拎不动。来，咱们来看下一位的胖虎啊。有车有房有钱有权不一定是幸福，幸福不是有，幸福是无。无忧无虑，无病无灾。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，只有无才是给自己看的。所以呢，有空多趁钱，没事早点睡，该睡觉时你不睡，医院等你来交费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刘大炮的啊。钱再多也抵挡不了死亡，长得再漂亮也讨好不了阎王，势力再大也躲不过生死离别。所以呀，人这一生看开点，看透点，看淡点，因为活着就是胜利，挣钱只是游戏，健康才是最终的目的，开心快乐才是真谛。好好善待自己，我们的零件很贵，而且还不好配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还不一定有货。哎呦我的妈！